江西卫视又一个音乐节目超级单元，韩国歌王郑淳元挑战张学友，你看。承诺，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。问句恋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用我。好听哦，哎，好听哎，对啊，我期待下一则。我要跟各位说 sorry， 因为我刚刚把超级歌单讲成超级单元 ，sorry， 你看他的歌单，对，對超顺，是歌单，因为他刚刚看到我跳舞太性感了，对，對他太兴奋了，意乱情迷，对，意乱情迷。那因为下一则新闻跟这一则是有关，所以我们就看完再一起来聊好了。好哦。超级歌单，韩国歌王郑淳元单挑马来西亚女歌手茜拉，你们应该知道吗？之前在那个《我是歌手》里面的那一位，对，两人改编孙楠的歌曲，唱功叹为观止。哦。想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，我依然承受不来，你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，你快回来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这个比赛就是说，比如说假设今天大家都要唱张学友的歌，然后我们都是歌手嘛，我们就一人唱就是不同首，自己挑歌，对，自己挑歌，歌单里面的歌，挑完之后最赢的两个人要同时一起唱同一首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比赛就会很明显，因为你一起唱同一首歌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听不出来是同一首歌哎，我觉得他们的选秀节目真的一直在创新，一直在变哎。而且一直耳目一新，完全不太一样，真的很让人家耳目一新。而且他每个歌手的实力都会让你觉得，哇塞，这个哇，有惊艳到，会让你觉得说，我们现在在这边干嘛？其实蛮震撼的。对，不要这样小看自己，其实台湾有很多歌手去很棒啊。没有，我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，我们在那边干嘛？我们在茁壮啊！啊，对，我们也在努力学习。我们在茁壮，我们会的东西不一样。我们目前是以拍片为主，对，对不对？东西都要慢慢来的、啊。说这边就是大家开心好玩就好了，对，放松 ，OK， 就是大家就是放松，对啊，对对对。他这么看不起自己，你还要这种人吗？我放松，放松，放松好吗？你 relax 一点。他叫我放松，怎么有一点？对啊，你很绷、欸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你难得就是从头到尾竖起来，他毛竖起来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你。